他呀，一直体弱多病，这说来话长了。这一回他伤得可不轻啊，那看来这次只能拜托你了，悉心照顾。他这个人呢，有点洁癖和强迫症，家里必须一尘不染，东西必须放得整整齐齐，衣服一定要熨过，叠成正方形，不喜欢太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水果他只吃梨，香菜和大蒜都不吃。 不喜欢吃任何的动物内脏，不喜欢油，也不喜欢辣。这往后啊，你得多担待点儿啊。嗯。这跟腿有关系吗？既然答应了要照顾，那就好好做吧。 这是，看门磁卡。你不是说要道歉吗？你答应了要照顾我，你明天上午没有课，过来做饭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上午没课？行吧，我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家冰箱里面没有食材了，你明天来的时候买点东西过来，菜单我一会儿会发给你，钱我出。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就突然骨折了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魏师兄受伤以后一直也没好。你知道他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吗？啊！天哪，你说海洋昨天才出院？杜鹃，这是你掉的吗？是是是，谢谢啊。最近也太不顺了吧。 谢谢，你是？你好啊，风萧小姐妹，我叫谭林，大三藤道喜。哦，是谭林学长，你好。酷玩乐香，你是要看看魏楚吗？不是，不是去看他，我就住魏楚隔壁，听说他昨天骨折了，而你又出现在这。 而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快乐香梨。你不是去看他，那去看谁啊？这下糟了。我刚好顺路，一起走吧。不怕不怕，遇到陈冰、杨凝雪又怎样？上次都演的那种地步了，他俩不会怀疑的。 魏师兄，这才刚开局，你这不能让我一下吗？你输了。喂，是你主动找人家下棋。刚才我看到了让你五个子，你还想怎样？魏师兄都没说话，你动什么嘴？洪金梅，到了。谢谢。
风暴学妹，怎么还不进去啊？ 飘飘，哦，你是来找魏楚的吧？我快进来。哦。哎呀，飘飘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他是来给我做饭的。啊？做饭？ 我不是给了你开门磁卡吗？你怎么还按门铃啊？什么？开门磁卡？啊！看来学校流传的绯闻是真的。哎，我说怎么在书画系的教室里看到魏师兄了呢？哎，飘飘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之前那样为难你，不好意思。 师嫂好，别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，别误会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们知道你跟魏师兄的关系啊，不能在学校公开，放心，我们替你保密。不是，我来是因为他的腿。我饿了，菜都买回来了，去做饭吧。 你怎么不跟他们解释一下，都误会了。解释什么？就是。解释告诉他们你就是那个神秘的太极女高手，还一脚把我给踹骨折了。什么味儿啊？我的炒蛋。今天这饭。 吃的纠结喽。喂，魏楚，要不要我陪你下盘棋啊？你还是算了吧，才刚出院多久，别到处走了。哦，我要吃饭了。 飘飘学妹给你做的饭吗？嗯，宁雪可告诉我，说你把开门磁卡都给他了。是。那你们俩，我先挂了。魏楚，吃饭。 给你做的一顿饭，我跟你讲，此饭只有这里有。我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做饭，一定很好吃。第一道菜是元气满满之画个圈圈保佑你吃了就会开心的阳光小煎蛋。这道菜呢是游到你心间的甜甜小芹菜叶，然后这道菜就……这个是什么？小芹菜叶。 尝尝，肯定很好吃。算了，我今天
不想吃菜叶。没关系，不想吃菜叶，我们还有下一道菜，看似很咸，但其实没有味道的肉酱茄子。是肉末茄子吧？哎，随便啊，你这看起来是酱还是末，反正都有，尝一尝。别带我，肯定很好吃。手拿开。挺好，你也尝一下。好嘞，等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都快发芽了。啊，就是咸了点，这为什么这么咸呢？哦，我把酱油当醋放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道菜等着您，十全大补猪蹄汤，它里面放了补血的红枣，还放了人参、当归，还有那个红红小小亮亮的枸杞子，你快尝尝，肯定很好喝，真的，你尝尝，而且我放了黑胡椒粉提提味道。别漏了，别漏了。不好喝，嗯，这个还挺好喝的。我就知道，你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碗汤都是我的，你别喝。哎，小气鬼，你看我做的太好吃了吧？好，我不跟你抢，不跟你抢，你喝，你喝，我看你喝。里面放胡椒粉有点辣是吧？没事没事，多喝点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的啊。嗯，都是你的。我吃饱了。嗯。猪蹄汤剩下的冻冰箱里面吧，下一顿再喝。冰箱，那锅放不下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想到办法。要不？你就分锅装一下。那分的话也装不下呀。你会想到办法的。这样吧，我想办法，那你叫……别说话。你叫我神奇小厨神怎么样？我就去想办法。我看你总跟别人下棋，你有多厉害啊？来，跟我下。你会下棋？哼，笑话，强到爆炸。好。我先让你三子，下了，快点。What it take to do?
快点。我赢了。赢了？你这什么东西啊下的？五子棋啊。手下败将。好。哎，算了，没事。你继续打扫去吧。哎，你再陪我玩会儿，不是，我再陪你玩几局嘛。嗯？客厅的桌子，心里会落灰的。到你的地区。这回又闯祸老爷，收拾好了，准备走了，这就。哼，对呀。扶我过去。你好手好，好，好。蓝色的，挺好看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床单挺好。那个离远了看是黑色，离近了看是蓝色。蓝色好啊，蓝色，听说喜欢蓝色的人都心胸宽广，试试吧。出去。好，那。
风飘飘啊，风飘飘，你可千万不能被魏猪头的美色给勾引了。哎，那么晚你真终于回来了，怎么看着惨兮兮的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这一天洗衣服、做饭，给魏楚当牛做马当了一天。你说你给谁当牛做马？魏楚。干嘛了？干嘛？我是水逆吗？我干了一天活，我还欠份人情。欠一屁股人情？你为什么欠他人情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欠他人情了？是不是他欺负你，哄你玩？嘿，这人我就说看着就不简单，我找他去。哎，别！我上次不把人衣服弄坏了吗？那个烧着的是他的。哼。哎呦喂，那看着是个限量款吧？是不是有点贵啊？没事儿，我陪你，我们两个月青菜馒头还上就不欠他了啊。没事啥呀？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又碎了一个珊瑚。是古董的意思吗？那这又得多少啊？多少钱？赔不起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告辞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有没有点良心啊？你都这么大人了，你得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是吧？不过我说，你们两个天天在一块儿，会不会你这么相处着相处着，你就觉得他还可以，你就喜欢上他了？绝对不可能！我发誓，我喜欢谁都不会选他。魏楚，他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讨厌、最变态、最自以为是的人了。我喜欢他，绝对不可能。你跟海洋师兄怎么样？我的海洋学长，这自从上次我送鸡汤去看了他，他后来出院了，我再也没见着他了。他怎么就不来上课了呢？碰不着他呢。你上次碰到他了吗？你上课？你什么时候？嗨，晚安。你到底去哪儿躲着？几点你让我给你送早饭？五岁。哎呀，行吧，他行动不便，我还是给他去送早饭吧。哼，吃饭了。你看什么呢？你不是想知道具体数额吗？我就勉为其难，给你算了一下。28万，这么多钱啊。其实也有别的办法，你拜我为师，跟我学太极，我会每天扣除你的欠款。这么简单？你还说你不会武功，你就骗人。那你到时候干不干？干。一天300、500、400，成交。那我也得先去问一下我爷爷，我爷爷要不同意的话，我也不行。那你带我去一趟你家。去？我会说服你爷爷的。今天就去吗？今天就去。这么着急？你不是急着还人情吗？既然想见，那我带你去吧。好，那你找一辆车。
我还得找车。好好好，你是老爷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好吧。搞辆车啊，借车啊，有是有，你现在就要吗？就现在。但是今天是周末，我还想再多睡啊。求你了，你最好了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。行吧行吧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真的吗？哎呀，爱你爱你爱你，嗯。谭林让我们拍他们俩，人呢？不知道啊，没看到啊。来飘，笑笑，你车到哪了？嗯，就是你说吧，大周末早上让小仙女本仙亲自千里迢迢来接你，什么奖励？哎呀，笑笑你最好了，好吧，你快点过来，快点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些记者都跟疯了一样，他们从别墅一直跟到校门口。你来的时候小心点。什么呀？那是别人专业前线记者同志辛苦劳动的成果。群众获取娱乐的消息，那是正能量，那是专业，你懂什么呀？哎呀，好好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海洋学长，嗨，你别重色轻友啊。小雪妹，这么巧。嗯。你车胎怎么没有气了？我帮你看一下，很危险的。不是吧？喂。喂，笑笑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开的时候没有发现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我看看这边。哎喂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像有事儿，学长。学校就在前面，我扶你去医务室。那多麻烦了，麻烦你好多回了。没关系，这几步路。谢谢。哎，在那儿。哎，来了。在这儿，这儿，拍拍拍拍。哎。文文班学妹需要帮忙吗？学长方便吗？方便。